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我真多谢蔡牧师的好意邀请，伫咱教会今年是庆祝释教107年的时，予我伫遮会通来讲道。我毋知咱教会会友恁入来伫这个教会时，不管你是伫遮三个月。三年也是30年的会友，唔知恁有注意到咱教会圣餐桌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伫圣餐桌中央的所在，遐有一个白色的石头大理石，到底迄是代表啥物意思？那么呢，恁所坐的椅啊，这椅啊已经47年啊。您看两边边啊，拢总有12架，当然12架，甲普通的教会12架拢无相款。这是干那咱双联教会特别有的12架。我不能知，这个石头就是叫做艾欧纳的石，啊，12架嘛叫艾欧纳的12架。到底艾欧那是伫倒位啊？我照我所知啊，咱会友大概无人捌去迄个所在，除了咱第一任的陈启尊牧师，伫91岁的时阵，伊专工去到艾欧那访问。啊，这个艾欧那的石头，甲咱教会有甚物关系时，我确定伫讲道中间，我会做一个简单。介绍，我要带先请大家看几张的相片。第一张甲第二张的相片，就是艾欧那的修道院。哎，过落去，就是1949年，咱双联教会新起的第三间的礼拜堂。啊，这间礼拜堂。在我們起這個大樓的時候也有拆起來，特別在這裡面你看得到，請你再放一下，人看得到有陳啟尊牧師手臂在那個石頭的地方，旁邊有坐一個宣教師，他的名字就是叫做明友德牧師。明友德牧師甲双联教会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宣教师。但我即摆要来甲咱三家来分享，艾欧那教的教会到底艾欧那教对倒位来？啊，有啥物特别的意义伫底啊无？当1500年的时阵，罗马的这个天主教会。有派修道士来到伫英国的爱尔兰，伫遐来传道理。爱尔兰的人真紧就接受基督教。然后伫迄中间有一个爱尔兰皇帝的亲戚，伊的名叫做哥伦巴，也伊真热心接受着基督教福音了后，伊就决定要。佫将这个福音传去到伫东边，就是英国的 Scotland 所吉兰的所在。伊大先是带12个医学生，先到伫 Scotland 的边啊有一个细细的岛，这个岛叫做 Iona。伊底下大先训练这12个学生要安传道理，然后12个学生就到伫苏吉兰的所在。虽然他们遇到很多困难迫害，总是很勇敢很成功，就这样传道理给苏格兰，苏格兰的这些族群就接受耶稣基督。当苏格兰人接受了，他们感觉这福音真宝贝，应该也就要学像艾欧那那个精神，将这个福音传去到过海那边，就是法国甲德国，就安尼，欧洲的基督教开始是对遐来的。
然后到第十六世纪的时阵，罗德马丁开始宗教改革。也另外還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加尼文，也伫瑞士的日内瓦建立吧，伊嘛开始宗教改革。都是以宗教改革的方式，是用长老教会的体制的方式来改革迄个罗马的教会，也以改革迄个方式，和苏格兰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Knox， 也以真心心，伊就专工对苏格兰去到伫瑞士的所在，对约翰加尼姆来学习。迄、那个宗教改革，也学习了，伊就转来伫苏格兰的所在，要传扬这款的改革。当时苏格兰的王是天主教徒，伊真无欢喜，伊就迫害遐个传长老教会方式的改革的这些人。当时苏格兰的人感觉，天主教是主教在控制教会。啊！若长老教会，咱大家拢知影，是用会员大会，啊，用小会、中会、总会这个方式在治理教会，所以苏格兰真勇敢，国王的迫害，总是因继续传扬。结果最后在1592年，苏格兰的国会。就通过讲，咱苏格兰要用长老教会方式来建立咱的教会。后来，来到第19世纪的时候，19世纪的欧洲开始有这个宗教的大复兴，就派宣教士去到非洲、去南美洲，也去印度。也到伫亚洲来宣扬基督教福音，啊，就是伫迄个时阵，苏格兰长老教会就派迄个伫伦敦的宣教会的一个宣教士，伊的名叫做马阿国医生。马阿国医生是受真好医学训练，伫英国受教育，然后去德国的柏林，啊，嘛去法国的巴黎。对啊，继续研究医学，总是以欢喜做宣教士，就来伫台湾的台南的所在，啊，伫遐伊用传道、也医疗、甲教育，安尼宣扬这长老教会啊，真成功伫南部。过7年了后，加拿大有一个宣教士，就是咱大家熟悉的人，叫做。马盖博士，伊也对加拿大专工来到伫咱台湾，啊，伊伫北部的所在就是淡水伫宣扬福音。其实马盖博士，伊嘛是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人，因为加拿大长老教会就是对苏格兰传过去的。结果一南一北，这两个宣教士真成功。传福音给咱全台湾的人，啊！伫迄个时，教会就有一个意见，讲啊，一边是英国的，啊，一边是加拿大的，啊，这两边敢袂当合作一伙，成做一个教会？大家参详了，讲哎，所以就设立今仔日咱的名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啊，当设立这些了的时，因就决定。咱来开第一摆的总会，啊来想，四个讨论要安怎合一。我唔知咱大家兄弟知未知无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摆的总会，就是伫咱双连教会举行的。啊，迄、那个教会就是当时1949年所起的迄个礼拜堂。为什么合一的总会会跟咱双连？来做开会的所在，迄、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南部的牧师嘛，拢知双连是一个爱欧那精神的教会。啊，当讲
爱有哪精神，啊，爱哪就是安怎甲咱相连有关系。迄、那个原因就是伫日本时代，有一个近代宣教士，伊个名叫做明友德，啊，伊来伫台湾传道哩，也已经甲陈克准牧师合作，啊，用相连做基地，甚至咱台湾第一个教会有英语查经班。就是明友德牧师在我们乡人设立的，都是到在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他没欢迎这些宣教士，所以宣教士一个一个都又回去，都是明友德牧师，他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，他真的要知道说那个艾奥纳会传导你的方式，啊，甲伊的意义是安怎？所以明友德牧师，伊就真认真拍拼去到艾奥纳的所在，啊，伊看到他多人相片所看到的，迄个200年前的修道院，啊，伊伫迄修道院内底，伊看到迄个修道院的圣餐桌，真水。咱乡人这个圣诞桌嘛，真水。这个顶头这是号做绿米，就是红色的大理石。啊，伊就甲明德牧师甲迄个修道院院长讲要求，你是毋是会通将恁这个圣诞桌有用过几落的石头，啊，即嘛摆伫遐在展览，迄一粒好我好无？因为我要送给台湾的教会，所以明友德牧师讨到这粒，然后回来在台湾，那时候战争已经结束，1949年，刚好我们乡人教会起好第三间的，就是这间的大楼前的礼拜堂，也等于要将这个石头送给教会时，咱乡人教会当时非常的欢喜，因为明友德牧师迄阵拄拄做咱乡人小会的会长，所以就举行一个感恩礼拜，啊，将迄粒石头就安装在咱的拜堂因过后壁有一个七钟灯，就是七个金灯台的迄个下面。啊！迄粒石头安葬伫遐，然后来到伫咱起这个乡人大楼的时，咱的中级，咱牧师因就决定讲，将迄粒石头，咱来下在咱新的礼拜堂的内底，所以迄阵就决定将石头安葬伫咱的圣餐桌的中央的所在。明德牧师。将这石头送予咱乡人教会，是要提醒咱乡人教会都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。今日只要伫圣经的中间，拢做有52个所在的记石头甲教会，还是石头甲信仰的关系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要提出三个石头，甲咱三甲思考。一个宣教的教会，要注意伊的基本精神是啥物？第一个所在就是他带咱读《创世纪》第28章，啊，这是你讲雅各的故事。啊，这个故事，我知咱的蔡牧师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。一连串拢有讲雅各的代志，所以我无要定答，我只有要讲迄内底一个精神，就是雅各伊抽到伊大家的命分的时，伊大兄都牙都要杀伊，伊果不离将都要离开厝，啊，走去到旷野的所在，前途茫茫渺渺，后面阁有人牙都要杀伊。伊非常的惊惶，非常的孤单。咱知影世界真出名的歌中间，大部分拢有一句话，就是“日车西山”。咱姓氏嘛有一首“日车西山”，
暗到山岭，这些世界出名的诗歌，拢会安尼，就是要描写一个人啊，出外去到外面啊，看到日落西山时，所想到就是故乡。故乡想是想，哪个无多多等，所以伊就伫遐真野心的是提只石头来做枕头，爱就困伫咧顶面，伊困是伊眠梦着，看见天顶的楼梯安尼落来，上帝使者伫遐楼梯中间静静落落，然后呢，耶和华上帝徛伫遐个边啊，来讲哪个？我就是你的祖阿伯拉罕，你的老爸以撒，阿甲你的上帝。我要请我对你的祖先所应允的，就是你的子孙将来要亲像地面上的土沙遐尼济。也特别，你无论去到叨位，我的确要保守照顾你。雅各圣经讲困大困醒的时候，着惊一下。伊讲我想讲上帝只有伫阮老爸遐，啊是阮阿公遐，啊亲像咱会友，咱若拄着艰难困苦的时候，咱嘛拢想讲上帝伫上人教会遮，无伫阮家。雅各伫遐竟然看见耶和华上帝显现互伊看，伊非常的感激。伊就甲耶和华上帝讲：“上帝，你若找我平安，佮倒转来，我要敬拜你，然后我要献十分之一予你。”果然，雅各就将伊所困的迄粒石头解徛起来，啊，然后就抹油。咱在古约内面抹油就是献祭的意思。雅各就将迄个所在本来的名叫做罗斯，总是伊改名做伯特利。那你是要一个宣告的教会，加减拢总会拄着艰难困苦。这拄拄来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，恁咪拄着其他的人的迫害，其他的人的反对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咱常常会失落信心，会讲啊，上帝奈何我拄到一款代志，我才信你尔，你都搁我拄到这凄惨落平安呢？总是咱爱给你，人会放杀上帝，所以上帝的确无放杀伊的家己。而因为圣经，我要甲咱三个人想的，就是伫路加。二十二章，这所在讲耶稣带学生伫最后要死以前，带学生到伫克西马尼园的所在。耶稣交代学生，恁都在这敬献祈祷。然后圣经讲，耶稣就行进前有担石石头的路的所在，啊，耶稣跪落去，就伫遐祈祷上帝。啊，对，亲像咱我讲到讲台后壁，咱双联教会起好一间的时，专工对美国日文足贵，这是真正的 stained glass。啊，咱这边啊，这拢是塑胶玻璃啦，唔是真正的 stained glass。这个是真正的 stained glass 所用的。耶稣伫迄个基督的中间，圣经咱注意讲白啊。那会使的，请你将这苦杯离开我，就是看我下头唔免定死是不是假无？总是耶稣煞接讲，总是唔是照我的意思，是愿上帝你旨意得成。一个宣告的教会，就是常常爱会记得，是上帝旨意得成，做咱教会。的宣告的基本精神，然后来到第三个圣经，啊，就是伫马太的十六章十三节遐开始。圣经甲你讲，耶稣带学生到一个所在，
叫做凯撒利亚菲律宾。因为伊个学生相处已经三年久啊，所以就问这学生：人讲我是治罪。伊学生就甲伊讲：人讲你是惊死的药丸，你是伊利亚亚利米亚是先知中的一个。人安尼讲，所以耶稣就问学生讲：啊，那恁讲我是治罪？啊！那恁讲我是治罪，耶稣学生的中间的彼得就应讲：你是基督，是真活上帝的子。耶稣听到彼得安尼应答的时，该讲彼得，这不是肉体指示你的，这的确是我天顶的父上帝指示你的。对答了后，你无要阁叫罪。本来彼得的名字叫做西门巴扬纳，耶稣佮讲，你要叫做彼得。彼得圣经的原文就是石板。然后耶稣讲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伫这个石板的顶头，唔是讲祭拜堂下骹拢爱是石头啦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我的教会要建造伫圣人。耶稣是救主，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，也是上帝的子。这就是教会宣告基本的原则。当咱教会在宣扬福音的时，不是在强调咱的丢落会主义，啊嘛，不是讲咱有啥物节目，啊是咱拜堂偌大间，咱的中心是爱的宣扬耶稣基督。是救世主，是上帝的独生子。啊，咱做上人教会的会友来伫遮参加聚会，有人真久，有人检采短短无久。我伫遮要甲咱分享，咱做一个上人的会友，咱的职能是啥物？要记哩，咱爱为着这间教会加做宣教的教会。大家来努力，大家贡献咱的文书出来。所以我伫遮有用一句台语，一句台语就是讲：南南啊，马毛一波台。我捌问人讲啊，中文要安怎讲？啊，真侪人甲解释几啊款的意思。南南啊，马毛一波台，就是意思讲，你莫看到一只马，三比八，好七，好零低。啊，就走去伊后壁，啊，马尾溜扣者扣者，讲你细字，你后马后脚甲你踢死个哦。我伫 National Geographic 有看到一个镜头，伫非洲旷野的所在，一只狮的肉，迄个长颔棍的鹿啊。啊，因为长颔棍的鹿啊，脚是真大、真长，也真大只，总是伊走路较慢。啊！这只狮走较紧，啊，最后就跃哇起啊！啊，狮就跳悬起来，因为伊要夹迄个长颔棍的鹿啊，卡只片。无想到这长颔棍的鹿啊，两只后脚出来踢落去，啊！这狮船昏昏倒倒在涂骹，啊！这个鹿啊，就安尼走出去。兄弟姊妹，保罗用真水的譬如。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二章，咱都在读的，跟咱讲，教会就是一个身躯，啊，你我每一个人就是身躯内面的机体，就是做手、做脚、做目睭、做耳孔、做鼻孔的一份。所以保罗有讲，讲脚袂使甲手讲，我唔是手，我无属于你。啊！耳孔未使甲目睭讲，我毋是目睭，我无属于你。我真爱用一个譬如来解释这段圣经。咱的教会牧师就是目睭，牧师看到头前的桌顶遐有只真好食的苹果的时阵，看到是看到。啊，那个苹果意思就是牧师因设计、因研究。要安怎让咱的教会会通振兴，
会通成长。伫这个时阵，脚就爱行进前啊。脚就是代表召集、团结、小组，爱行进前到底倒阿边遐去，总是捧果也搁伫遐啦。爱安怎手爱去提，当手去甲提时，也毋是第六第一个机会。手就爱将捧果摕来在嘴的所在，互嘴去夹薄薄的，然后送到胃的所在。啊，胃就爱分泌胃酸，啊来消化这个食物。当消化好的时阵，啊，胃才将这个食物送落去到伫肠仔的所在。因为咱知啊，肠仔就是做吸收的工作。等下吸收这养分，啊就送去对，送去伫肺的所在，然后迄个肺再行到伫全身躯，将迄个养分，看要送到脑、送到肺、啊送到腰子，安尼，这个人才真做一个健康的身躯。安尼，即个你我每一个人来到教会，拢亲像。一个大工厂的大机器，迄大机器若要运作，会制造物件，就爱遐大粒螺丝、细粒螺丝拢爱作用，毋是干那大粒螺丝作用就好，细粒螺丝嘛是爱作用，安尼才会通互产品出来。讲到细粒螺丝，我想到1986年。美国的太空总署要发射一粒太空梭去空中，啊，因就开始伫 Kennedy Cap 的所在发射出去，啊，迄个太空梭行70秒、73秒了，砰一下，太空梭才爆炸，全世界拢嘛伫电视内面看会到，迄粒太空梭安尼爆炸应该。我较清楚的就是，迄太空梭内底有7个太空人装死。美国太空总署实在非常无民主，啊，就研究讲是安怎会安尼？啊，因调查研究了，最后发现着真侪原因的中间，上重要一个原因，就是伫个太空梭有一个所在爱装迄个细粒螺丝，总是迄个细粒螺丝无甲装起来。所以，当太空梭在空中震动的时候，那个无装太细粒螺丝的所在就劈开，啊，归来太空梭就爆炸出去。请咱做一个基督徒的记得，大粒螺丝唔好讲我才有效，啊，细粒螺丝嘛唔好讲啊，我无效啦，我唔免啦，无。上帝让你来这个教会，当然你敬，总是我会讲，对圣经看来，不是干那你敬，是上帝旨意爱你来这间教会做一粒，不管是大螺丝、细螺丝，拢爱平平发挥咱的作用，啊，这间教会才成长起来。有些故事在讲，一摒扫。拜堂的涂骹，一个负责人，啊，伊伫礼拜前都爱将拜堂摒扫七落清气，啊，礼拜后都阁收拾，大家回去走去了，遐垃圾伊都阁收收的。最后较要紧的一个所在，就是去便所，因为正人伫用的便所都有味啊，啊，伊都爱伫摒扫迄个便所。有一天。伊咧摒扫便所的时候，忽然间心脏发作，啊，一阵倒喺涂骹。当目睭睁开的时阵，伊看到伊来到天堂的门口，啊，天堂的门为着伊安尼开开，啊，更加让伊着大惊，就是迄开开的门头前就是徛耶稣伫啊，耶稣甲伊讲：“欢迎你来天堂。”那个姊妹心肝想讲，
的确不是你反映我，我也没什么重要，啊，不知道是后面有什么大牧师在那里，啊，他在反映，啊，他就想说，我更闪开，因为他怎样，他又看到说，欸，啊，我怎么会穿这书，变变数的时候，垃圾沙来上天堂，我就来换一件。耶稣跟他说，这位姊妹，你不用去换衣，他说你看在我的两边旁边有您教会的牧师，您教会的长老，还是不去您教会的培灵报道的这些出名的牧师。我有问他说，啊，你在那间教会你看，啊，上让你钦佩，啊，上让你知道说有在侍奉的是啥，大家都说就是你拼命所那个姊妹。最后我要用一句很出名的牧师，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做布永康，他也曾来我们台湾培灵报道过，啊，布永康是用称呼做二十一世纪非洲的报道家，因为他在非洲有建设一千多间大大小小的教会。布永康这个牧师他说一句很出名的话，一句话我有写在那个顶头的所在。伊讲，教会唔是设立要来予基督徒享受的一条豪华游轮。哦，去遐有食，啊，去遐嘛有冷气，啊，去打工都有。布永康讲，教会应该是耶稣所谓使用的一条拯救的船。他说，假使教会若无咧做拯救的工作，安尼这个教会爱受拯救。这句话真提醒予咱，今仔日我讲到的，当咱每一摆若来上灵教会礼拜时，咱看到迄个石头，看到迄个十字架时，请咱会记提醒咱家己。你我拢爱有份，伫这个教会的宣教的事工，请阿头三阿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你有赏赐我每一个人恩赐甲才调，愿阮诚心实意，毋是只有来做礼拜，只有来唱歌参加节目，求你的圣神催逼阮尽力爱发挥。你何愿的才能，在上帝你所设立的圣灵教会，我们协助牧师、长执，啊，大家同心努力，让圣灵教会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。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